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我们又来打卡化妆老师啊。为了缓解初次见面的拘谨，我主动找个话题。这看到啥呀？红葱喷雾。啊，红葱喷雾。咱们要不拍感觉吧？虽然我们两个没有讲太多话，但是老师超级用心的介绍了很多爱用品，以及详细的笔记。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多多关注老师。又是美好的一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那天起，我被公认为是校的。